定的来宾、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可爱的饭团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可以在周末的晚上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共同参与以团之名毕业新生的见面会，再次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了几位大家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是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大文娱首席人力资源官、阿里巴巴酷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墉。阿里文娱优酷自制剧《十岁》工作室负责人张文丽，领域传媒创始人 CEO 周浩，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以团之名的小哥哥们在三个月封闭的训练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最终呢，新风暴成为了冠军团，另外我们的 Black Ace 成为了人气天团，我们非常恭喜这两个班的成员可以顺利毕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大文娱首席人力资源官、阿里巴巴酷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墉和我们上台分享。各位大家好啊，这我知道大家是来看小哥哥的，不是看我的嘛，所以我尽量快一点。但是呢，我为什么来呢？因为首先我们代表优酷，特别感谢粉丝们。真的是没有大家粉丝们和我们的用户的支持啊，我们这些小哥哥走不到现在。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啊，他们的信心才越来越强，然后才能够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感谢大家。另外呢，我也感谢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这次我们有几十家这个经纪公司都把最好的选手送进来，所以这个是他们对这个节目和对阿里巴巴的信任。我们也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他们觉得小哥哥们在会他们积极向上的这种形象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能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商业公司都跟我们有了很好的合作，也特别感谢他们。然后呢，我想这个粉丝们，大家跟我一样，我们天天每个星期坐在屏幕前等着这个节目更新，我觉得里边我们还要感谢这些导师，对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点评啊，帮着这些孩子们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感谢大家。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个节目，这个综艺节目是我们在第一季度在网上做的最好的综艺节目，对吧？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对我自己先说一下做最好的综艺节目，因为其实就是有你们支持，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节目呢，其实跟我，因为阿里巴巴做节目呢，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做一个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但是而且呢，并且呢是积极阳光的这个综艺节目，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就特别希望就把这些同学们聚在一起，以团体的这个互相鼓励、互相激励的这种方法来去让大家成长。所以我相信大家呢，在座的我们粉丝们都看到了这个这些同学在每个团队里边的成长和表现。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开始做这个综艺节目的最初的初衷。所以呢，我也特别开心，今天呢是这两个团的小哥哥们的这个是毕业典礼嘛，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对吧？支持在电视机屏幕前、手机屏幕前支持的这些小哥哥这么长时间，对吧？那么我们在今天现场呢，能够再给他们再加油、再鼓掌，好吧？那么阿里呢？阿里和优酷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去做这种健康向上、积极阳光的这种综艺节目和电视剧。我们也有非常有信心，比如像综艺里出来的，就大家很喜欢的这些小哥哥呀，还有这些艺人们，在阿里的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又做综艺节目，又拍电影，还有音乐等等，所以他们会有更全面的发展，也请粉丝们对他们多支持，持续不断的支持，包括以团之名，下一步我们会拍《以团之名》《以团之名》这个故事会拍成电视剧，会做成电影，所以大家还可以再期待，好吧？最后呢，感谢大家。对，这是欢迎我呢，是吧？
好吧，那么最后呢，我想以团的口号大家都知道，对吧？叫一起拼更发光。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哥哥们，祝他们也是一起拼能更发光，也祝各位粉丝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支持。其实我们也特别愿意看到您，因为看到您就可以多看到小哥哥。谢谢刘总。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重头戏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接下来在新生区当中会产生我们以团之名2019的人气班级第八名脱线木偶班级的龙红浩。第七名的人气新生脱线木偶班的陈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无心坠落，借一路麦克下隐瞒的虚伪落落。第六名的人气新生万有引力班级的王迪。血液匆匆，恨不能相逢，想什么你若听不懂，无所谓，只要放轻松。第五名的人气新生闪电又有班的田书晨。四名的人气新生闪电又有班的 AJ 赖玉哲。第三名的人气新生来自脱线木偶班的奶茶。第二名人气新生闪电又有班的杨童。风云是我的呼吸，眼泪便是我的声音。你不相信你自己的选择，像这首放松放松的快歌。第一名的人气新生星耀班的赵品麟，让我们恭喜赵品麟成为人气第一。是的忠诚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过程组成了我们以团之名2019的人气班级，掌声送给他们。好，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人气班级成立。让我们有请魅力与实力并存的人气团 Black Ace 上场。我们首先请 Black Ace 的成员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掌声。好，我们再依次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顺。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华弟田书晨。Hello， 大家好，我是 AJ 赖玉哲。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童。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品麟。这个迟疑是、对，没有，因为我刚刚有想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首饰还没有出来嘛，大家也期待一下，因为我们想要设计一个比较好的首饰。大家好，我是奶茶商郑博。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王迪。Hello， 大家好，我是龙红浩。好，欢迎我们班级的成员。那其实这是班级第一次全员到齐在大家面前露面，是吗？以一个这个新生班级在大家露面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请忘了自己名字的品龄来说一说。蛮奇妙的吧，因为我们也是缘分， 也有缘分，也有你们的功劳，然后其实彼此平时挺熟悉的，但是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一个班级的形式出来嘛，所以还蛮奇妙的。奶茶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我觉得赵哥说得很好，
这个班特别团结。对，好，谢谢。那我们也请我们人气班级来往舞台左侧稍微挪一下，谢谢。好，谢谢。来，我们请浩联往舞台的左侧稍微挪一挪，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人气班级回到台上。来，我们请人气班级回到台上。其实呢，一起拼更发光一直是以团少年们的宗旨，相信虽然他们毕业了，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信念一直给传承下去。那为了让学员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呢，我们的大家长们也是费尽心思啊，动用了所有的资源来为学员们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究竟会有哪些资源在等待着我们新生们呢？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各位饭团们，你们满意吗？好，其实在我们各方资源的加持下呢，学员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刚刚出道就已经有很多代言了。我们要恭喜团新生周逸轩、赵品霖、杨彤成为伊利直选活力大使。我们恭喜赵品霖成为春雨面膜品牌大使。同时我们要感谢海妖控股和以团知名选手的合作，非常感谢。其实我们以团新生毕业经过层层选拔一直走到今天，我们特别感动于大家的执着付出，同时呢也特别欣慰大家所取得的成绩。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聚集在这里，共同见证大家正式出道。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那接下来我们两个团的成员呢，会共同把手在这个模具上面按下，让今天这个出道的特殊日子也像这个手印一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请两队成员往前站到这个模具台上，台前。好，我们稍微往中间走一走，让大家都能有位置。好，我数三二一，大家一起把手摁到这个模具上，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我们希望所有新人不忘初心，不忘梦想，心造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谨记饭团们的热爱支持，一起拼更发光。恭喜你们正式出道。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几位大家长，请刘墉、张文丽、周浩上台和我们的新生合影。来，我们请三位家长站到我们学员的中间。谢谢所有的家长，谢谢所有的饭团，也谢谢所有的新生。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在未来一起拼更发光，更加闪耀。谢谢。谢谢几位家长，
我们请到台下落座，谢谢。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团新生在三个月的录制当中呢，又大胆又刻苦又勤奋又认真又有创造力又团结啊，所以呢唱歌跳舞更是不在话下。那刚刚出道，今天要给我们准备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两个班的成员。对，接下来他们要给我们带来表演更发光，感谢两个班。One team, one family, you do it all for me. I got it all for me, I'm ready now for me. One team, one family, you do it all for me. I got it all for me, I'm ready now for me.谢谢我们两个班的成员，我们也请我们两个班的成员到台下稍事休息，换一下服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哦，相信刚刚的这个节目大家肯定意犹未尽啊，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其实我们今天两个班的成员可以顺利毕业呢，离不开所有饭团们的支持，相信饭团们有很多话想要对我们新生说的。那我们首先把新生请回我们的舞台上。新生回到舞台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两个班的饭团们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人气班级 Black Ace 的粉丝表白时间了，他的粉丝代表在哪里？来，我们人气团的粉丝代表在哪里？好，欢迎。我是杨彤的粉丝，很荣幸能够代表 Black Ace 的粉丝来，我好紧张，我很荣幸我能代表 Black Ace 的粉丝来发言，
好紧张。那你要不要站到彤彤旁边？啊，我更。通过以团之名，我们看到了杨彤的进步，他让我们懂得了他世界里的原创舞蹈、唱歌和友情。然后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 Black Ace 每个成员的闪光点，舞台王者赵品霖。可盐可甜的赖玉泽，动若脱兔的奶茶，好好想想，没关系，好好想想。背的形容词忘了是吗？我好紧张，我太紧张了。啊，我好紧张。没事儿。阳光暖心的华帝，用舞蹈说话的龙红浩，抒情 rapper 陈顺，高贵安静的王子王迪。正能量的小飞侠杨彤，恭喜你们出道！哎呀，身为你们的粉丝，为你们感到骄傲。希望在未来，我们一起进步，一起迎接新的挑战，一起。好，谢谢这位粉丝代表。我们的形容词都说完了是吗？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好，希望在未来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独属于你们的团魂，一起发光发热。谢谢。好，谢谢。来，我们请站在你喜欢的彤彤旁边，一起来个大合影。谢谢这位粉丝代表，我们请回座稍事休息一下。那我们 Black Ace 听了粉丝的心里话，也没有什么想说的，杨彤。首先就是要感谢所有为我们佛光的支持我们的人，然后知道大家很辛苦，因为佛光的这个过程很艰难，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所有饭团们对我们两个班级的支持。那刚刚没有上台的粉丝，你不用着急，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为饭团们谋福利的环节了。我们今天抽出了10个非常幸运的优酷会员，可以跟我们两个班级的新生们一起合影留念。来，这10位优酷会员在哪里？来，我们10个幸运的优酷会员，欢迎到台上来跟我们合影留念。来，我们10位粉丝代表。
可以往舞台中间。我们请粉丝代表可以稍微蹲一下，让我们所有的新生都可以露出来。来，三二一，好，我们换个姿势再来一张。谢谢谢谢这十位优酷会员代表，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两个班级的成员。谢谢。好，谢谢这十位优酷会员。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毕业新生见面会。其实毕业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很多的通告啊、试镜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神秘通告。那第一个神秘通告呢，就是 I for you 你跳我猜环节。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呢？我们首先请两个班各派一个代表，然后在现场的粉丝当中选出两名加入到你们班级，跟你们一起玩游戏。接下来我们 Black Ace 婷婷，为了防止刚刚的情况，要不你也在现场。我最公平啊，我转一圈闭着眼睛转一圈知道谁是谁好不好？啊不行啊，啊不行是吧？啊那这样吧，我也看一眼好吧。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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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还有一位粉丝代表。好 ，Black Case 的粉丝在哪里？这样吧，我们选一个我们迪迪的粉丝，好不好？因为他们好像比较少说话。迪迪的粉丝，啊你，对不起，你们的粉丝，对不起。好，我们已经选出第二位粉丝代表了。就那个女孩。好，我们欢迎这位粉丝代表来到我们舞台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两队的粉丝代表当中各派一人石头剪刀布，决定哪一队先开始。什么意思？就是两边的粉丝派一个粉丝出来石头剪刀布，看你们两队谁先开始。来，我们这边，好，这然后这边哪一位粉丝 ？OK， 来石头剪刀布。哪个班级输了，哪个班级就先开始。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那我们，他真的是你们班的卧底。好，那我们新风暴这一轮就先开始玩游戏。好，那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哈。我会给各位游戏关键词，团队成员一人通过肢体动作和语言描述将关键词进行演绎，并且传给下一个人。在此期间呢，所有成员要戴上耳机和眼罩。另外，在我们传递描述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有关键词当中的字眼。最后一名成员说出关键词，猜中的关键词字数越多，那么该组的粉丝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饭团。接下来请我们人气团 Black Ace 回到台上。我们请人气团以及两位粉丝回到台上开始进行游戏。好，我们请人气团的成员戴上耳机以及眼罩。第一位成员不用戴哈，来，
第一位成员是我要不要我不太会好，我们请所有成员戴上耳机和眼罩。戴耳机，不用戴吧。好，来，我们请人气团的成员集体往前走一走，往舞台中间走一走。来，我们粉丝代表戴上耳机和眼罩。我不用戴吧？对，对，你戴上，待会儿。对，我们先除了陈顺以外的所有人都戴上耳机和眼罩。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词。好，都戴好了吗？好，都戴好了。对，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听到声音，很清楚是吗？好，不重要，我们让游戏进行下去。来，来，陈顺。不可以说出这三个字里面的任何一个字。不把眼罩摘下，你怎么看他呀？就是我们吃东西有荤的，有荤的，有腥的，有荤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发霉。荤就是肉。素耶、yeah ，素，第一个是素。第一个是素是吗？对，然后我们主食是什么？主食米饭，粟米。对，然后粟米，以什么？粟米团。你解释一下，另外一个米是什么？另外一个饭，对，粟米饭。对，哎，米饭还有荤的吗？粟米罐。以什么团呢？粟米团，那我刚才说对了，不是粟，粟饭米，粟，第一个字是粟。我们倒数五秒哦。你说点话呀！你说点话。米的另外一个字，饭，粟饭团。啊，可以的，对。嘿，老铁，哎。开始吧，第一个字啊，我三个字跟你说，总共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有荤，有，就我们每天、哦、我们在宿舍吃那个浑浊的浊，错，我们在宿舍吃那个青那个菜，怎么样？特别的辣？不是，没有辣过，清淡。接一个字来形容，清淡是什么？一个字形容，荤。清荤素素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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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听到？你先假装听不到。第一个字是对了啊，第二个字刚才他们猜对了啊。米还有一个叫米，下一个是什么？连起来两个字，饭。对，第二个字是素饭。还有第二个就很简单了，你知道了。第三个就那个素饭团。哎，贵了、哎、对，你还要假装猜一下吗？第一个字是那个，我们吃饭平时如果吃得很好的话，是吃的是，哎，然后它的反义词，对对对，第二个字是我们平时在吃什么，对对对对，一个字，就是对，第三个字是我们是以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现在要控制一下，我们会倒数、哦。对对对，三个字是速饭团。对对对对对对。好。好。第一个字是那个，我们菜吃得很好。嗯嗯。是什么？啥？我们菜吃得很好。我觉得不好演。啊，菜吃很好，大鱼大肉的肉，肉荤，反义词，素，对对对，第一个字对了，第二个字，米，饭，对对对对对，第三个字是，那、这个，你们是什么？素饭团，素饭团，对对对对对对，好，啊，这位朋友，我们点菜，除了肉菜还点什么菜？荤菜，肉菜跟荤菜有区别吗？肉菜还有什么菜？素菜。对，第一个字，然后第二个字是我们平常吃饭。第三个字，没有哎。那。啊，那。对。加一次。Yeah. Yeah. Smart. Hello. 好聪明啊你。一般菜有荤菜。然后。你一般吃米耶、yeah. 然后我刚才说了有第一个字什么我第一个对然后我们是以什么之名连起来是我们用话筒哦哎我们请粉丝对着话筒讲三个字，然后第一个字是荤什么搭配？吃饭。荤。是哦，对。啊，那素。素对。对。然后第二个字是，每天要吃早饭。对。第三个字是什么之名？以团。对，三个字加一起就是。素饭团。哦。好。第五个。可以好、哦、那么我们平时如果吃太多肉的话不想吃肉了会胖倒霉平时会吃什么啊除了肉还会吃什么还会吃饭不是饭是饭吗你好好想想是相反的啊是什么的相反啊对身体好一点啊不会素吧哦对对对、哦、素然后、哦、第二个字呢是啊你吃米你刚刚说没有饭呢你吃你刚刚说没有饭你吃什么米啊米素饭是吧啊对对对素然后第三个呢是啊我们是一个 team yeah yeah 以夫妻之名是吧我们是一啊以团之名素饭团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哇好久那个好荤的反义词荤的反义词菜哎菜荤的反义词素对素然后那个他都告诉龙哥都告诉我了是啊复案啊复案哎这样算作弊哎啊这样还有作弊是吧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吃的一个东西啊就每天你都会吃什么吃饭对那连起来是什么不会是素饭团吧哎你怎么这么聪明好那我们请 AJ 最后确认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哪些字素饭团哇哦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正确答案素饭团恭喜 Black Ace 也完全正确来我们请我们班级的成员送给两个粉丝代表两个饭团来然后我们再到舞台中间合一张影来往舞台中间走一走
来，我们前排蹲下啊，前排蹲下。我们也蹲下来一点点。好，谢谢这两位粉丝，谢谢，请回到位置上，稍事休息一下。好，我们人气团的成员请留步，留在舞台中央。来，我们往舞台中间稍微走一走哈。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了。大家平时在节目里面看到新生跳舞，肯定都觉得非常炫酷，非常帅。那今天我们的第二则通告呢，就是我和饭团跳个舞。我们将请人气团作为此轮互动的舞蹈导师，请人气团派出代表，先在我们现场抽一位粉丝。我们派的是 AJ。你在现场先挑选一名粉丝。我选一个啊。哎，你是不是上来过了？这样不行，下一次。好，你来。对，来，我们请这位粉丝代表来到台上。他们好像不太明确是哪一个。刚刚 举牌的那个，对。啊，对对对对对。来，那位粉色卫衣的短头发女生是吗？对。好，来，欢迎你来到舞台中间。那接着 AJ 会教你一些舞蹈动作，然后在教学完成以后呢，你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欢迎来到舞台上。好，你好。啊，我们怎么称呼你？我叫赵淑婷。赵淑婷，跟大家讲一下。我叫赵淑婷。赵淑婷。甜。赵淑甜。对。好。那我要教一段舞蹈，对不对？接下来就 AJ 来教舒田。好，那我教你一段，就是改编版的《更发光》，好不好？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的时候帮我做，你就是，你是啊，好，然后下一个动作，你就是，然后这个滑的动作你已经会了吧？对对对，好，你就是，然后滑滑。然后滑完之后，我的一道光的时候，我们两个靠在一起，一道光，对，没了，就这样。所以跟你对一下，你就是我的一，可以了，就这样子，可以吗？好，那我们跟音乐来做一下这简短的动作。好，我们请老师放一下音乐。老师是更发光。老师这音乐好像不对。老师放一下更发光。就那 One Team。老师往后面调个40秒，好吗？到40秒。声音再大一点，老师，谢谢。好，准备了，准备了。solo solo。一起唱。AJ 为他送上一个饭团，我们请 AJ 为他送上一个饭团。
我们请 AJ 为他送上一个饭团。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人气班的同学回到台上。那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往台右侧稍微挪一下，谢谢。好，那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见面会到此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看到两个班级的成员。那接下来我们就跟所有全场的嘉宾媒